9月24号星期四的眼镜开箱加镜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又参加，我是丁丁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我的眼镜，还有一个猫咪镜子，一人一个。3、2、1，好，那现在就来先开箱我的眼镜。那它的盒子这是那眼叉眼镜他们新款的盒子，然后就可以这样试，这样全都看得见。好，那我因为收到学校的通知单说要去那个看眼科，然后结果在眼科原本要配眼镜，然后结果呢就想说去其他地方再看一下，然后就拿了单子去外面配，后来就选了我这只眼镜。我的那个选眼镜那些的影片都会在你也是我现在呢，要来去配眼镜。我近视。你为什么你近视的？我。哇，好大的太阳，对不对？老师问大家说，请问大家，天下什么东西最丽？小华说胡子。老师问为什么？小华说因为脸皮有多厚，他都穿得出来。嗯。小朋友都在这里，我能录一下？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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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一下。等下数着帮你看。不要。你喜欢红色的是不是？红色的。这个。倒数第四位。好。小你不选，你可以多选几副来戴戴看啊。好啊。我看一下，很可爱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跑。给姐姐戴看。那这不会有度数。好的。来这边，那你再挑哈，阿姨帮你拿。不然就是说，像这种外显皮垫的。这个鼻垫呢，它是可以更换的，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螺丝，它可以做更换，所以都可以给它戴戴看。姐姐的我还没看到呢。那这种鼻垫的话，它是有加高啦，它比较不会一直往下滑哦。姐姐妈妈看一下。还有这个黑色这只，看这只，哇，这只比较可爱，这只比较漂亮。对，你再看眼睛，你戴一下那个橘色的。对，你可以各种颜色都戴戴看，没关系。好，先这只啊。来戴戴看绿色。这只好看，它没办法勾，可是这只很好看。勾看，这只其实也蛮好看的。这只很好看，可是它你要点勾看。它的那个耳朵没有。对，没有。
因为一般来讲，小朋友的耳距都比较短，所以他一定要加耳钩下去做支撑。那个没关系，那个之后大概帮你加辅助就可以了。这太绿了啊！我觉得这个比较，这个太绿了，最好的对。不用一直戴这副，这副可以的。这是八哈，对。现在不是说现在出九了吗？九出了，九出了，对。你喜欢哪一只？这一只。这一只哈，这只不错啊。这一只它的框的话，好处就是它本身是有点弹性，材质都还不错。在写功课的时候，有差别。啊？一定有差的、啊。等一下，等我。你就站在那边。我就站在这边。你走路会不会觉得晕晕的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可能度数还太浅。一般就买水货啊。哦，就买水货。你这个是水货吗？公司货那时候要15000吧，15900。我水货那时候买14000多。哦，差那么多，差5000多块。哎，这次像我刚才那个跟你说的，我那时候期待，我一开始是用期待的，是我美国朋友帮我买的，美国公司的那个员工价，哦，打6折。哦，真的哦。然后八代是因为疫情关系，他没办法带，没办法带。那个便宜的，九代出了，有没有想要问九代？如果有便宜的话，可能会再买。其实没什么差别，对。对啊。一般平常八代就够了。我那天看，九代更厉害。九代更厉害。上面是，你看，刚刚好，刚刚不好看，对。要远一点的，我还想让你带一只呢，因为那只红的有点叛逆。我想要找一个比较圆一点的，那个那只好不好？第三只，我看一下圆镜片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妹妹妹妹，那这样够够够够。这里也可爱耶，这里不错。就跟他同一间。GoPro 看，GoPro 看，GoPro 看。同一间的啊，我看一下，你借我看。对，妈妈看一下。这个好看。这个跟这个差不多，你看拿这两只在冰箱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先放下来，先放下来，换这个。我看一下，你借我看。GoPro。我很想买这一台，因为我女儿也很喜欢，就是照相。可以去买九代。对啊。等水货的时候便宜一点。真的吗？对。我那时候这台公司货15800。啊，那水货嘞？水货那时候买11000多。这一只跟那差太多了吧？对对对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。它九代有前一幕啊，这礼拜刚出的。是啊。不过现在九代水货可能比较难找。猫看。对啊，我知道。那我自己想买，可是我觉得贵点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现在说就是这样。对啊，现在也是，我都去拍卖网站买的，附近家里都有。这一只很可爱，然后这一只是他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只太老了呀。太老。好。这只有点大哦。可以带到你小学，六年级。它会变大，然后还会变大。这个好像有点太像。对啊，因为它比较大，所以它会比较往下掉的感觉。最后这只，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刚才我们有试过这一只。对，这个还不错。这个它有一个耳钩，那耳钩的话就是说可以防止它滑落，它可以勾得住。可是好像有点会不会太小？这只也可以啊，蛮可爱的。慢慢看，再看。这只跟这只有点像。对对对，两只都还不错。因为它是故意做勾的，这种叫做成长眼镜。小朋友如果说长大以后，它那个可以稍微拉长一点点。就是这个了，我们没帮他打定主意了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再加上看，再看。你注意看，这跟白的那只的差别哦。你戴也很好看哦，只是不要戴好不好？这个还可以，对啊。它是大班是不是？小班。
小一，今年。哦，小一啦。对。那跟我女儿同届的。是看起来。属马的，对不对？气一点。这看起来比较有气质一点。那他这，就什么看一下？对，蛮好看。你嘴巴张开一下。他开始换牙了呢。我女儿还没嘞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好不好？觉得白，你给说说看，这样白色。它的材质都是一样，所以都是算还不错材质。紫色的，哦，所以你的手机可以随时跟它连线，它会比较耗电。哦，你说手机会比较耗电是吧？它比较耗电。哦，它一般一个电池录一个钟头，快一个钟头就没电了。才一个钟头、哦。那所以它就是你可能要买好几个电池再替换。目前这只是冠军吧？对啊。反正我比较喜欢这只有气质一点。我不喜欢气质啊。有气质。那像这边说说美女就有。还有鼻子先，对，先把鼻子弄好。那这次它是冠军。来来来，我看一下，直接来，我看一下。我喜欢白色的，白。好，白色的，亮。好吗？亮。妈妈再拍一张白色的。白色，那你白色的。白色不，白色再选拍一张。亮，没有人拍白色。多痛啊！亮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亮，没有人拍红的。比较少。对呀，小朋友都戴红的，他们有红的。白色的吗？这个比较不会那么白啊，它应该接受度会比较高高一点点。还有粉粉的，不会像。对啊。这只比白的好。可是这个又比它好。好，那你再拍出来。这个吗？你要这只啊？我会觉得这只比较漂亮。我们投票好不好？我们投票好不好？对啊，喜欢红色。这只你看，你看那边戴起来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对，它的镜框是透明白，哎，透明的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有气质一点。对啊，这是真的亮，快啊！亮，快点！那你再戴一次，你再戴一次，亮，快点！亮，对啊，快点，你再戴一次就好了。亮，你再自己决定一次，快点，就这只，好的，决定好了。我记得哈、哦，叔叔第一次配眼镜哈、哦。我没有得选呢、欸，都是人家，都是爸爸妈妈选，就这只好，就这只，二话不说就配这只，所以第一只眼镜好丑，自己不喜欢的就觉得不好看。它这个鼻垫哦是全细胶做的，所以如果说你断掉的部分来找我，这个都可以换。哦，而且专嫩哎，所以是完全不会受到伤害的。那这个的话就是它也是弹性的哦，小朋友专用的，它有的材质用的比大人还要好。那天去演车是不是也是带这个？对啊，我们上完钢琴课再过来的。对，他也是带这个，所以那个是记录小朋友生活用的。嗯，来，哎，那个什么？GoPro 八。最新的那个对不对？GoPro 九。GoPro 九这一代出来了。对，那我之前看到的应该是八了。八了，过后久它有前幕，你可以拍到，看到你自己。对，它价格差很多吗？你看大家都要问哦，价格差很多。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看一组要13000这样子。公司货现在八代好像是14900吧，然后九代是16900，差2000而已。对，基本上现在就是买九代，如果没用过就是买九代。他拍的时候，你从这一幕可以看到你自己拍的画面。那这蓄电厉害。哎，一颗大概拍一个钟头。可以拍一个钟头，一颗对对对。哦，那时候本来想团购了，然后打给奉天主。其实我是买水货。哦，啊，真的、哦。我那时候他公司货那时候15900，我水货买10000。那你们可以用真心券。可以啊。对，他全没关系。水货就去拍卖网站，露天或是虾皮。对，他可以找到水货。对啊，你就打 GoPro 八或 GoPro 九，他就。可是现在 GoPro 九的水货目前还没有。
就是用这样子记录小朋友。很好玩啊，对啊，你去买了感谢也是记这个。这个可以出席的感谢。他这个就直接贴到电脑上。快去买一买。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。好玩的、啊，那时候。小心喽、哦。那到时候跑一下。拜拜。谢谢啦，谢谢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不要。好，那我们来逛再见了。不要。不要。我们鞋子够多了啦。你已经塞满三个鞋柜了，你还想多？好吧，帅啊。很帅啊。超级帅啦，非常帅，是不是？宇宙无敌帅吗？爸爸帅吗？为什么不会？这样子应该变成那样子啊？爸爸帅吗？超级帅吗？宇宙无敌帅吗？很帅吗？爸爸帅吗？很帅啊！赵鑫，狐狸是毛科吗？狐狸啊。有狸科吗？那可能是猫科吧。其实它有耳朵。嗯，对。它有猫咪吧。看一下，你看镜子，你看镜子。你说这个呢？你看一下胳膊。好了，看一下。双手都好，爬起来走一走，看看吗？你看那边那个字，怎么样？绿蓝光那两个，然后再把眼镜拿下来比较一下，那几个字大小一不一样，看不看得清楚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？看不到。有没有差别？看不到哈。原来有差别啦。那你拿下来。有点雾，又比较清楚吧？好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看一下，叔叔看到后面。先这样子，因为怕调太紧，他会怕不舒服。那后面你要不要就直接戴着？这么开心。他一定要戴着，你这样，他已经决心起，他一定会戴着。没事啊，等一下先戴着。可是其实，妹妹，叔叔跟你说哦，你佩戴的时机就是上课。黑板看不到的时候，他吃饭了、洗澡了、睡觉都不能戴哦。哦，没问题。先让他戴一下下没关系啊。对啊。这个给你，自己拿，自己拿。它是一个镜子啊，猫咪的镜子。猫咪的。我客气，那你怎么盒子是他的呢？他帮你了。刚下课是不是？哦，借叔叔一下那个，不是这个，他这个盒子是新的，公司最近做的，哦，这个工作是不会。那这个盒子的话，布也在里面，哦，那这个盒子比较特别，你如果要放盒子里面，最好要放在袋子里面，因为它这里面。因为这里面有个塑胶，这个奶奶它挂上镜片，哦，所以你如果要放到这里面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套起来，套起来以后再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走，不客气。你也想要吗？你想要吗？我给你一个盒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当笔筒一下。好不好？对啊，好不好？有一种，有一。我再送你一个别的颜色的。他在想，对，脑袋那个电脑宕机，灯。他想要又不敢讲。对啊。其实他刚才觉得他想要，真够讲。那你回去再看看谁想要什么颜色的。没有说谢谢。不客气。对啊，对啊。镜子要不要放包包里啊？镜子放包包好了。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
走了。小心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。它这个有做题的方式很实用，然后这个大的盒子也可以拿来当一些生活的用具，但这个袋子也一样是那个粮食里。那现在一样，它有这个眼镜的布，其实我已经有用过了。好，那我这个是视力的眼镜。大家记得要时常擦自己的眼镜，不然会，不然会脏掉。怎么样？视力完全变好了，我现在看到的每一个都能看到。好，那我这个眼镜呢是选红框，然后粉红色的透明根。然后这个根子呢是细胶的，比较容易不会坏掉或者是折断。然后呢，这个有鼻垫，这个是软的鼻垫，可以至少撞到可以保护好自己的鼻鼻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更换。那这个是软软的，所以不会感觉到伤害。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很喜欢这副，就一直坚持。好，那我现在戴起来是蛮习惯的啦，至少它这个框的部分不会让我感觉到一些不舒服之类的，然后戴久了也不会觉得什么头晕目眩的，怎样都不会。那就先大家请习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镜子的部分哦。三、二、一，会破掉。那这是镜子，是当时送给我们的猫咪镜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看吧。猫咪的设计图案，然后这个后面的把手可以自由的调整。我已经把它调整到我要的位置。好，我想要拿这个眼镜布擦一下镜面，有点脏。还可以看啊，可以看。小脚脚一样，那它这个是铁的，可是其实框是木头的。我还以为这个是猫耳朵，它刚刚是在给我讲的，就它刚开始，对，它刚开始是讲对不对？它刚开始是讲猫的。它好像有其他种颜色，我们拿到的是浅木色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上片的订阅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出新的影片哦，都会出新的影片。